大家好，我叫全恩京，我来自吉林省延边，毕业于延边大学，是土生土长的延边姑娘。我本科就读的就是韩国语系，我当时也是看到高丽大学的招生简章和学姐学长的推荐，来到高丽大学读博士。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出国，也是第一次留学，所以我抱着激动又紧张的心情来到了这里。但是现在，通过教授和同学们的帮助下，我已经成功融入到这个优美的环境和融洽的生活环境了。那接下来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学校。大家都知道，高丽大学是韩国最高的学府之一，也是亚洲百强大学之一。 偷偷跟大家讲，其实刚开始迷上这个学校，这个荣耀对我选择这个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。不光是拥有这些光耀，当你真正融入到这个学校学习生活时，你就会发现这些荣耀的真正意义。首先，我在中国学习的时候，很多方面的研究都是要自己去看书。 但是现在我在这里每天跟以前只能在书上看到的各位教授进行讨论，他们也是常常会指导我的论文和学习生活，这是我在韩国比见明星都要兴奋的事情。其次，高丽大学的环境特别优美，高丽大学的文科大学建筑物特别古典，花草树木春夏秋冬都散发着不一样的气氛。 每当学习累了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走在这个宁静又优美的学校里，我的不愉快都会烟消云散。每次抱着书走在路上，或者在草坪上看着朝气蓬勃的学生们，我就觉得这才是每个大学生所向往和憧憬的大学生活。这就是我的大学，高丽大学。欢迎大家来高丽大学学习生活，我在这里等你们。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，你们好，我叫申春兰，目前我在高丽大学比较文学专业攻读博士课程第三学期。我在吉林大学文学院学习期间，对外国文学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，所以选择了比较文学专业。高丽大学拥有全亚洲乃至全世界专业领域最著名的教授团队，他们和蔼可亲，对我平时的学习给予了最专业的指导。 同时，高丽大学会经常举办国际学术论坛，也有很多中国的大学参与。高丽大学的图书馆藏书量大，自从学校安了自助借书机后，读书变得更加方便了。除了最好的学习环境之外，一年一度的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的运动会非常震惊。在现场，你会因为自己是高大学子而感到自豪。我完成了硕士课程之后， 拿到全额奖学金，继续攻读博士。在这里，我非常欢迎你们的到来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延边大学2010级麻醉专业的金香妍，现在就读于高丽大学医学院生理学教室，硕博连读过程。刚开始准备留学的时候，为了上高丽大学，自己找资料，亲手把准备好的材料交上去，整个的过程都非常辛苦。 而且当时眼看着身边的同学在国内一个个都考上研究生，开始新的生活，心里更加焦急，不知道自己的选择对不对。直到现在，在高丽大学2年多余，我不后悔当初的决定，反而感谢当年背负热情，志愿高丽大学的自己。来到高丽大学给我的感觉就是真的让我大开眼界，因为高丽大学是韩国的顶尖大学。 所以实验环境比一般大学要好很多，做实验的时候需要很多费用昂贵的机器，还有实验当中需要一些新的技术，高丽大学的负责人都会第一时间给我们安排培训。高丽大学在韩国拥有三个附属医院，都是韩国名列前茅的规模。在韩国想在大学医院就诊非常难，可是高丽大学的学生就可以享受到院内的特殊福利，就诊也更加方便。 因为是名门学校，所以教授的业绩也不同寻常。跟着教授上美国参加世界规模最大的神经科学学术会，在那里见到了很多世界级大腕，对我的学习热情有很大的帮助。如果你也在考虑留学，或者还在考虑当中，那么我想跟你说，还在犹豫什么呢？